还有一个，就是每个颜色的毛领要拍个特写，就每个颜色。就靠近看头部、大头。他们以前这样拍过的。刚刚那个没拍，你等一下帮我补。好，行。是展开拍大头还是？就是像拍的像。不是，是他这样子拍大头还是？不用扣也不用扣，不剪很浪费时间。那然后拍的就像是睡着的。可以了吗？